欺负狗了啊！妈的，给他抢！再不抢都没了，马总，再不抢都没了，他都吃完了。哎呦，你能不能吃小口啊？给他留一点儿，快，你吃完了。你这个人也太不地道了。马上记了，鸡腿跑的，250。你这样，馒头，好，想吃是吧？想吃是吧？嗯，咸的，你吃了对身体不好。急死了，马龙急死了。马龙给他抢啊！马龙吃完了。你看把马龙馋的。你把我们激动成啥了？好，哎，文文，炸！哎呦我的妈！我去！妈妈说：“哎呀妈呀，终于吃到嘴里了，太好吃了！”还是没逃掉，还是没逃掉啊！哎呀，我都咽口水了。我才吃三分之一。啥三分之一啊？你都吃了一大半了，剩一小半，咋的？剩一点你吃啊？我终究是跟这个鸡腿错过了。咋错过了？没错过。马总，你是不是火？马总说我不抢，我一口都吃不到嘴里。哎呀，买了个鸡腿儿，白便宜你了，我去。这还剩个啥呢？鸡皮？肉。那你吃了呗。你吃了吧，赏给你了。太难了，我一个大鸡腿我就吃了。